科学的实验啊。来，今天之前我们有看过这个舞蹈太阳的故事。软在他们要到海底劳动之前呢，海龟又给他一个神奇的什么东西？一个宝珠的啊，让他可以到顺利到海里面。今天呢，这个活动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来设计的啊。我们要这个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乒乓球。乒乓球啊。好，我们就是现在呢，每个人啊，每一组呢是一颗了啊。一颗。那为什么？还说，有一组三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第一组呢是。张玉跟李晨，好，第二组是魏豪、子轩、红尘、跟这个丽伦，第三组是嘉文、嘉森。好，那我们之前呢，在上学期间，讲话请举手啊。我们上学期学过风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风来了，就是，来，嘉文说。这是我们家一组、哦。对，家一组。鸭子鸭。好，我们来鸭子啊。好，我们在风来了里面其实学到，哎，可以，我们生活中其实充满了这个空气的流动啊。比如说像大家在。哎，生日过生日的时候用什么来打蜡烛熄灭？电风扇。电风扇。还有没有？嘴巴，用嘴巴吹气。嘴巴吹气。来，丽伦你说。就是嘴巴来把这个蜡烛吹熄了。老师，来，瑞宏。都是我想到另外一个，就是这样把气球吹一下，然后再把气球的空气吹散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复习一下之前有教过的这个实验中，其实有一些因素的啊，叫变因，还记得吗？变因素的。哎，就是影响实验的这个因素的啊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吹吹的实验。大家回想一下，影响这个吹吹乐的有哪些因素？没有。比如说像我们力气吹的大或小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举一个例子了，还有没有人知道？哎，在吹这个的时候，加水。好，水的加水。装满这个第一个杯子要装满，第二个杯子要装满。哦，水的满或没有满啊，很好。那还有呢，比如说这个两个的距离拉得近或远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叫悲剧啊。来。但是如果一个拉很远的话，就另外一个就不见了，所以不小心就摔下去，就没有上来了。好，来就好。不是，就是我以前嘛，就是直接排三个嘛。对。那恰好呢，我从第一个直接到最后一个，还先到第二个。好，那角色很厉害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学习单呢先发给大家。好，请你在右上角写上你的名字。我们老师又重新印一张啊，你在上面写一下名字。空白的地方右上角写上名字啊。我是我是红色的。来，请你拿出你的笔。我是红色的。没有关系，先拿出笔了哈。为什么我的答案都写出来了上面？这些是预选的答案啊，注意听老师讲。来，大家先看到第二大题了啊，来。我们回想上个实验，吹吹乐概念一下，吹吹乐游戏实验中，
最快乐游戏许愿池中。大致有这些电机。好、哦，刚刚大家都有讲到了，第一个就是吹力，吹得大或小，好、哦，那第二个 V 是水位，加的水量多或者是少，高或低的啊、哦，好，第三个呢是杯子跟杯子的距离，我们叫杯距，好、哦，第四个是杯子的样式，比如说，哎，我们两个杯子都是一样这样的，哎，同样大小的杯子啊、哦，那再来就是球的形式，哦，我们都是用小小粒子的乒乓球。好，最后 F 就是结果，最做出来的结果好。那，我们这个实验呢，通常大家看到背面有一个洞洞啊，那边，请看到背面。洞洞啊，你们的洞洞在哪里？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讲这三个变音啊。通常在实验中会有。操纵变音、控制变音、应变变音。好，那上次老师讲的大家有些忘记了啊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比如说像我们在做这个开关，打开它是不是亮？关了会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次只动一个的，这个叫做操作的变音。好，那控制变音就是很多个，可能要保持一样的啊。应变的变音就是最后的结果。好，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形的、啊、比如说有时候大家在教室看到有鸟飞进来，比如说停在地上，那可能你会说，鸟是从前门飞进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个。但是如果后门没有关的话，那它有没有可能从后门进来？也是有可能哦。再来，如果窗户也没关的话，鸟会是不是会从窗户飞进来？对了、啊，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这个实验，说鸟儿会从前门飞进来的话，其他的窗户后门你就要把它关掉，后面的窗户跟后门这个叫做控制，把它控制住了啊，只操纵前门把它开起来就好。好，所以操纵变音就是一次只动这一个的叫做操纵变音了啊，好，老师，就是要看这张纸的上面。对。好，再来大家翻到前面那一面啊。我们开始要做这个实验了啊。上学期老师让大家就是都来前面来，就是都一直吹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做一点不一样的，就是把实验的概念加进去这个活动。好，那大家都有一瓶这个自来水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你把它打开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实验呢，一杯倒满，另外一杯没有倒满。好，互相合作一下啊。来，打开吗？好，打开的，好，是没有说的很紧。好，第一杯先倒满。其实你杯子不用拿起来，就是直接放在这里下面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好，那第二杯呢？就大概倒一半就好。啊，那不就倒下吗？对，我们第二实验说，水的高度会不会影响到它吹的这个进行的啊？好，可以，你可以先放在满的那一个。好，那接着再倒另外一杯，另外一杯就要先不要倒满啊。啊，你这个可以放中间，这样比较好，一起一起实验。好。好了吗？好。好，那首先我们的第一个实验就是说水的高度了啊。大家看一下，第一个杯装满水，你们看到？杯是装满水，杯是秒装满水了啊、哦。我们一杯是装满的水，一杯是只能装一半而已。对。然后球我们就这样放啊。好，
好，那现在大家就是都要轮流试看看啊。哎，你放在，先放在满的吹吹看好不好吹？我先吹。哎，很好吹了啊。看看，你可以稍微移动一下你的脚步啊。我都没有吹水了，我知道怎么样。OK。那你们直接移一下你的位置啊。我们要吹水，可以让他跳过去了。试试看，就是我来给你啊。可以吗？哎，力气要大一点。那这样不错了。哎，就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很好。好，那所以大家来，大家练习一下啊，请你拿出你的笔，我们记录一下啊。谁来记录啊？当然是每个人来记录了啊。下面是不是有一个框框啊？好，来，大家先停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。不用了。来，敌人。这个还够了，够用了。来，我们先看第一个了啊。来，请大家像老师一样，在黑板上把这个记录一下。我们第一杯装满水，你画一下有装满水的样子。那第二个没有装满水，你就画只装一半。老师在哪里画？这边。来，你在这里。好，你看不到的可以举一下手了哈。来，这画在这边。这里。对。这里啦。来，丽人。老师，我就画的跟杯子一样的，木头铅笔的笔芯。好。老师，这个画吗？不是，在前面这一面。哎，这边的哈。第一杯喝是装满水，那你就画我们装满水的样子。那第二个喝呢，我们只装一半，你就画装一半。好的。好，下面的框框就是要你学呢，哪一个会比较好吹呢？请你在那上面打勾。装满水。哎，先不要讲答案啊，让大家想看看。大家。好了。老师，我肚子现在都湿了。没关系，你就找有干的就可以写了。这边是干的，这边就是干的就可以写。好，再来我们要看第二个实验的哦。来，第二个实验，大家看一下哈，摸是什么？摸，小吹力，小力吹，小力吹，大力吹，大力吹。风是什么？大力吹。哎，大力吹了哈，所以它的水位我们要让它变成一样的哦，就是一样高的，请大家把另外一杯的水呢也加高。第二个水。哎，另外一杯刚刚没有倒满水，现在把它加满。就是要小心一点，才会全部流光光的。合作帮忙啊！来来来，把加满。好，都差不多了啊。好，那请你再把水放到旁边，记得把它稍微关，不要太松了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第二个实验，大家看前面，看前面了啊。第二个实验，它水的高度是放一样的哦，都一样。哎，那所以我们要实验的是什么？吹力气的大或吹力气的小？如果吹小的话是？哎，你看吹小力比较好吹，还是吹大力比较好吹的啊？大力。好，来大家实际，先不要直接写，你先吹看看啊。好，你试试看，大力吹跟小力吹有什么不同？你有你也试试看看。老师，我很厉害，可以吹到很远。哎，很好。哎，好，哎，一人成功了。好，哎，他们两个
家都做过了。来，我们第一个小力水的话，你就画一个小的风。大力水就画一个大的风了啊。好，我们用两个代表大的风，小的代表小的风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小力水比较容易吹动，是大力水比较容易吹动，请在容易吹动的打个风。仔细你的图要画，它的水要一样高哦。这个放在第二个。大力吹的打你要看你刚刚吹的哪一个容易吹啊？想怕大力吹的啦。来，第二杯的话。它是喷水池。你没有补吗？这样比较不好画，我们看要不要同学借一下。第二杯，我们的水是一样高的，然后呢，这里只有洞，风一个是小力吹，一个是大力吹，然后你看哪个比较容易吹得动？大力吹，大力吹。我先让大家想看看，不要直接给答案。好，都好了吗？不错啊。来，嘉龙这个年放在第二个。第二，我们现在第二个了，第二个要放好。一起就放一个吗？对。好，我们再来，等一下要进行第三个实验了哦。那第三个，我先。对啊。来，丽伦，你。好，你看哪个比较容易吹的啊？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实验啊。来，第一个的是两杯放的远还近？远。来，老师在说明的时候，请大家就停止你手上的动作了啊。好，先停一下。来，大家念一下的来，请你看一下上面两个单词，的是什么？的两杯放的远。好，喝呢？两杯放的远。好，所以两杯放的远。你就把它换个距离。来，先看黑板了啊。两杯放得近，你就把它放近一点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水都是保持一样的高度哦。好了。好，第一个你先把它放得远一点啊，放得远哈。放远。这直接你会飞天的，不好吹。我都很好吹。好，我们开始试看看啊，放了远，你看好不好吹？不好吹了，不掉了，不掉了。那么停，之后就会收。好，再来，你刚刚远的时间过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换近的方式，把两个距离。把它拉近，像这样子哈、哦，本来是放远的，第二个把它放近，来去再放近。乱吹了啊！来，可以吗？没关系，这样子水就够了。没水。好，没水了，那就吹过来。
好，那你看一下，容易碎的呢，就在下面打个勾。容易碎。哎，容易碎到对面的，就打个勾了啊。对方在旁边干的就是我。把这些变音分类啊，来，大家看到第一个图了，来，请看到第一个图了啊，老师第几题？一个是装满水，一个是装一半，来，第一个这个的控制变音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先看啊，我们只动一个的那个操纵变音是什么？水的高或低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要里面要填什么？高。A B C D E F。哪一个比较接近 ？F。A 是吹的力气的大小 ，B 是水的高低水位。F。来，请我们。会的举手了，来，第一个你要操纵的水的高低是要哪一个？